没有，是中国最高的。哎，我先走，谢谢吗？回来。大家好，你是代工的吗？我这个水叫做古老的大钟。啊，那我们看，都是一个人，都先走一，都先忽悠。好，啊，那再来一首。对。哎呀，走了。来，仔细听哦。这首叫什么？杨丽光。这本书都是杨丽光。来，我问你，这是什么？还要给杨丽光。